981，本女侠武功、勤功呢都非常厉害的。我要天下第一，没我要敢说天下第二，没人敢说天下第一吧？我的装扮像冯晨晨，真假的？我比冯晨晨好看吧？谢谢大家关注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！家家灯牌啊，江湖有人嘛。上方的福袋，我们都去参与哦，每个人都去参与好吗？碧海潮生曲不会，不会。不是，我没有练这首歌，我没有练过这歌，一直想练没空练。小肉手，多细嫩的一首手啊，小肉手。来，我们接着给大家弹歌啊，朋友们点赞别停啊，好吗？接着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曲儿，点赞别停，掌声别断，来一首《上海滩》。欢迎我谣言，欢迎谣言哥。一首《上海滩》。我这个《上海滩》的伴奏有点噪音。上午好，觉得令姬弹的不错呢，朋友们可以走一波掌声啊。觉得令姬弹的好听呢，我们可以小星星走一走啊，小星星点赞点一点，朋友们点赞点他个十万能点吗？我看一下啊，今天令姬已经弹了半小时了，今天点赞还是蛮快的啊。今天上人好慢啊，上的我好着急啊，家人们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啊，咱们小心心一定得走一走啊。来，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，我们去把这个福袋去参与起来，每个人都去参与好不好？感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你们的掌声。台上的精彩有赖于台下的喝彩，所以说各位江湖友人们，谢谢大家的掌声啊。我们没点赞的朋友们点点赞，没点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，屏幕都点得冒青烟了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了。
那我们接下来呢，给各位江湖友人们，我算一算，我掐指一算，江湖友人们应该爱听那一曲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吧。如果是爱听呢，给大家来上一曲《欢迎我新歌》，那便来上一曲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，好吗？感谢我新歌的《海上生明月》，天涯共此时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感谢我新歌的《嘉年华》。是爱美人呢，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如果是我，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呢，成年人啊都要啊，成年人都要。咱们朋友们，直播间朋友们，觉得练吉他的好听呢，我们可以掌声走走啊，关注点点，小星星呢也可以飘一飘。感谢新哥，新哥要不要送你一首歌？我想想啊，爱练吉会说话，多说一点哦。会说话，多说一点啊！我想一下啊，翻一下我的歌单，我要送首歌给我们新歌。我看一下啊，我的歌都快没了，感觉。找一找，女侠霸气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哦。那不然就是
我觉得那首《声声慢》好听，你听过《声声慢》吗？新歌《爱女侠》，真假的？那我每天都要看到你哦。神秘人一千多，欢迎！谢谢你的掌声，那来一首《声声慢》喽，送给我们新歌。这首歌呢，喝茶的时候听特别合适。我好久没弹了，主要是想弹一下。来一曲《声声慢》，感谢关注啊！这个。声慢送给我们新歌，学习新知识了，新哥，你又要学习新知识了。神秘人在哪里弄？我觉得这个可以不用学，真的，神秘人太神秘了，谁也不知道你是谁。那你来直播间我都不认识你了都，我只能叫你神秘人多少多少了。我觉得这个不学也罢，真的，那个不要学，这个不要学，不是什么好事儿，真的。不要学，不要学，士兵欢迎用户。但是当神秘人也挺好的，星哥。我觉得，等会儿啊，我教你啊。咱们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福袋开出来了，恭喜咱们中了福袋的朋友们。我教你啊，等我啊。我的，因为我也不是很会弄，我讲不清楚，我得来直播间那个啥，点开下方礼物盒盒，然后呢？
然后呢，等会儿啊，个人中心，谢谢红包，感谢新哥红包啊，咱们新哥发的秒包哦，然后哦这样子点开下方礼物盒盒，然后你点个人中心右上角，在这个地方，在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个人中心，然后这里呢就有下四个选项，有一个隐身，讲多了家人们，讲多了，你只需要点神秘人就行了啊，其他的就可以了，不用，这个可以不用说了，这隐身的不用教你了，你要隐身了我以后更不知道你在哪儿了。谁送我的唱票枪，谢谢谢谢玉在昆仑呀，你真的领了个大红包，你都给我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感谢关注啊，谢谢，咋几天一个没中，新哥这么大红包你都领不到啊，新希望，不会吧，我觉得你可以去买一个彩票，真的家人们领到红包的占个榜啊，新希望，我们新哥这么大的红包你都中不了啊，我觉得你要去洗洗手啊，你好好的洗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，什么啥都没抽到，没有关系，笑起来真的很甜，感谢我新哥的红包，你看我们新哥多好啊，又发了一个去领，新希望，这会儿你也没中红包啊，不是福袋，红包红包，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红包红包，你们去领领红包，欢迎花花，噔噔噔！哦，今天人气好低哦，怎么回事啊，家人们？嗯嗯，好，恭喜发财，红包，红包，恭喜发财！谢谢分享，你会了吗，新哥？谢谢，欢迎我尼克哥，尼克哥，中午好，尼克，上午好，尼克哥，搬砖蒸米饭。中了，谢谢新哥，谢谢谢谢谢谢八八幺七，感谢八八幺七，谢谢你的礼花筒，这个也是中的吗？这么酷啊，让你们老板联系我，你把我们公司买了，你在说什么浮话呀，尼克哥，你在说什么浮话呀，抢到红包的朋友们占占榜啊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接着给大家弹琴好吗，接着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曲儿，你在说什么浮话呀，来我们接着弹琴哦，感谢分享，来一首，我看看啊，给大家弹一首古风曲吧好不好，你的万水千山，我不弹望雪千山吧，有点悲伤，弹点欢快的，弹一首笑纳送给大家，新哥还在吗，新哥，新哥你开隐身了吗，你在的话你扣个一呢，打个暗号以后，笑纳送给大家，我感觉我听不见呢，怎么回事，
大家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好听吗？好听的话呢，可以走一波，好听哦。好听打在公屏上，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啊！喜欢令姬呢，可以走一个小心心支持一下。欢迎老魏，老魏上午好，中午了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我感觉我今天耳机听不到声音，都感觉不太会说话，感觉自己聋了。我要下午调一下声卡。不行，好听好听，你是不是手写的？谢谢玉，感谢川言，谢谢月下一曲思诱人，感谢我们川，这个是读言吧啊？谢谢灯牌，喜欢链接点点关注哦，朋友们，咱们小星星灯牌也可以走走啊。不行，我要让老师来听一下，我这个声卡不太对呀、啊，我听不见呢。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，大家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哦，你们点。孩子哭了回家煮饭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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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孩子还是很重要的，有一说一，孩子还是很重要的。葡萄美酒光煮，咱们点赞点点，朋友们点到10万了吗？好难。谢谢飞轩宝贝，感谢缘由心生，感谢石头哥，谢谢大家点赞，感谢大家灯牌，感谢君，感谢关注啊。没有想听的歌吗？你们想听的歌可以 tell me， 也可以告诉我啊。8912欢迎，可以 tell me 告诉我。欢迎手金钟报国，可以大家点这里啊，点这里的小黄心可以加入粉丝团啊。咱们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，点这里就可以加了，那个黄色的爱心，点那个黄色的爱心就可以加粉丝团了，我们去点一下朋友们。笑傲江湖，笑傲，你打错字了，沧海一声笑，你怕在谈沧海一声哭。那我们来首精忠报国，送给各位热血男儿们，精忠报国。等我一下啊，好，一首《精忠报国》送给大家，我们一边听一边点赞，掌声别停啊！
精忠报国送给大家，觉得好听的朋友们，走不掌声，走不掌声，谢谢大家。这丫头看起来欢实，欢实是啥意思？啥意思叫欢实？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啊，朋友们。令祭坛的精忠报国是你最喜欢的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支持啊！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啊！童红刚的精忠报国，是的，是的，精忠报国是你最喜欢的哦。谢谢老谢，感谢微微一笑，谢谢小二，谢谢老全，活泼哦，活泼就叫欢实啊。其实今天都没有多活泼，今天看到直播间人气比较低，都活泼不起来了呢。啊，我是那种叫什么？我是那种人气比较高，我就越人气越高，我越活泼。人气越高，我都活泼不起来了都。谢谢三爷，感谢三爷的 love 灯牌，谢谢哥，谢谢爷，感谢爷。我的剑呢，练了好上阵杀敌。练级弹的不错，嘎嘎猛，嘎嘎好听，这丫头水灵。我看这位哥挺会说话呀。我看这位哥挺会说话，以后多说点儿，想看我宝剑。给你个厉害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我很凶的，我的宝剑可不是吃素的，你小子可不是吃素的。仙女终于游历回来了，是美颜太强大了吧？宝剑不丑，直接三爷，你得这么说啊，好看，你得换个说法啊，宝剑真好看。水灵是水萝卜，欢迎神秘人一千多啊，这神秘人1067，请问你是谁？第一次来我直播间，会辟邪剑法吗？你想学吗？我教你。你要只要说你要想学，我马上就教你，马上就能教你第一招。欢迎福乐哥，第一招最简单的，只要打通任督二脉，直接就能学葵花宝典嘛。欢迎才哥，那可不是啊。感谢孤影流风，谢谢你的星辰，感谢啊。那只要你说想学，马上就教你。谢谢三岁的亲吻，感谢三岁。浊酒一杯，欢迎小团子。蛤蟆功，那欲练此功，必先挥刀自，必须挥刀。我教不了吧？我怎么教不了啊？那欲练此功，必先挥刀。这我得会吧？那你说后面的刀术我要不会的话，那你因为我没练过嘛，那一招我是会的呀，这话说的。送葬师，别送我鲜花，送葬师，你送我亲吻。谢谢8817，感谢8817，谢谢你的比心。8817，你们想听的歌啊？谢谢金元，感谢金元，我不用挥了，可以直接。我这女孩子练了要变成男孩子的，这男孩子练了要变成女孩子的，这你想想，这男孩练了，他的声音变细，喉结褪去，然后这个胡子也不长了，还翘起兰花籽儿。这女孩要是练了的话，这声音变粗，还要长胡子，还要长喉结，这还要，长得比较粗犷。所以说，这我觉得聊点正能量的行吧？这不正能量，不正能量吗？辟邪剑谱啊！多正能量啊，还没有不正能量吧，也没有很正能量，但是也没有不正能量吧，这不挺好啊，女侠。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武功大家不必去练，真的吗？如果你非得要学呢，我也可以教你，因为呢
我明鸾殿的武功秘籍。哎，完了，因为呢我明鸾殿的武功秘籍是很多的，想要学什么没有什么，想要学什么都有。这葵花宝典首先就是有的，降龙十八掌这谁练的，丐帮练的，帮主啊。这吸星大法太厉害了，不给你们练。无字，再看看啊，九阴白骨爪可以吧，这练了直接就是说直接封神，谁都靠近不了你。还有什么呢，乾坤大挪移也很厉害，九阴真经很厉害。再来首霸王别姬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 KK 欢迎我们 KKKK 你最近在忙什么 KK？ 我感觉最近很少看到你了 KK， 快看。真够手中天，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你每天都来、不对，不是每天都来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意思是以前 KK 在我们直播间每天练级直播6小时， KK 能在5小时，只有1小时没在。现在 KK 是每天只有1小时在，5小时都不在了，这就反过来了。反过来了，西前大法我也想要啊。九阴白骨爪是九阴真经里的一招，九阴白骨爪，九阳神功呢你练过，你练过。我女扮男装，我本来就是男的，我就是男的，咱们因为我修炼了辟邪剑谱。不管你听不听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因为练了葵花宝典。是的，我本来就是男的，咱们，然后我练了辟邪剑谱，现在就是男不男女不女的了，已经练了葵花宝典。你们别惹我，我很厉害的哈。谢谢宁静，感谢茶香四溢。那我们弹个什么歌呢？算命的小神仙呐，没票不好意思进来，你可别这么说 ，KK。你可是我们的管理组成员，你可是我们的管理组成员，纯粹是女的了。可别这么说 KK， 别这么说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每天都会看到的朋友们，如果哪一天突然看到时间少了，或觉得没怎么看到了，就是会有一种不习惯，而并不是因为说你一定要给我点礼物才那个啥，就是你待在这里就是成为一种习惯了，能看到你是一种习惯了，在吗？不是说不是那种意思 KK。 就是觉得哎呀，一个每天都看到人突然没有在了，感觉就少了点什么。谢谢人行天地间，掌门什么情况？没有情况。鱼哥好久没看到你了，鱼哥你现在来我直播间除了这一句话没有了。鱼哥你现在是来我直播间没有多余的话跟我说了吗？每天来我直播间只有这一句话。平阳公主真的呀？对啊，来富，你现在三级灯牌，虽然说灯牌等级不高，但是我每天都有看到你。开学了，上班了，都忙了。开学了，你们不会是未成年吧？未成年出去啊！欢迎我飞行员，长起来，欢迎帝俊，想物昌。四级，好的，转什么转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有本事拿个20级出来。什么好拽的，下面20级灯牌再给我说话。转什么转，谢谢关注思前侠，我开玩笑的。欢迎飞行员，大家想听的歌可以点点啊，快了，应该还差16级。
应该很快的，一天升一级的话是挺快的哈。谢谢用户，那我们来一首，那我们来一首《清明雨上》，好久没弹许嵩的歌了。每天是靠时间堆上来的，时间也有，你可以点这里，你可以点那个黄色的爱心，点那个黄色的爱心呢，然后就有一个什么清，有一个那个送灯牌提升亲密值，观看20分钟提升亲密值，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送礼物，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观看20分钟和那个送个灯牌，因为是最多的，因为送礼物的话是那个有限制的嘛，有限制的，你可以那个啥，男儿当自强，我可以点一个不，孤影流风哥，
你点男儿当自强，我可以点一个嘉年华吧。我可以点一个吧。你刚点精忠报国好听吗？你掌声都没给我一个，你都没有夸我弹的好听。哼哼，送礼不是前面的勋章等级，不是前面的勋章等级，也都有都有都有，灯牌送惯了好听，谢谢谢谢。我可以，我不想弹金，我主要是不想弹男儿当自强哥，要不换一首。欢迎驰骋天涯，这会儿还才说好听啊，我跟你讲，过时不候哈，过时不候。三岁有没有想听的？三岁门自由自在，大家 KK 啊，想听的歌可以点点。我们飞行员的嘛，刚刚看到了，我们希希望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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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我昨天预料到了，家人们，我昨天预料到今天的人气会很糟糕了，果然预料到了。不听歌，那你是想笑傲江湖不弹弹了没？笑傲江湖我今天弹过了，来福哥，来福哥，你这个名字有点像我外婆家。来富啊，不好意思，来富哥，谢谢 KK。 今天是周一啊，老妹儿，今天是周二了，老哥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今天是周二呀。不好听也不会再点，是不是？那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欢迎浪浪。你可以自己弹着就好。行，那三水哥采访你一下，你在我直播间一边是一边听歌一边在干什么呢？啊、哦，主播换个发型，这个发型不好看吗？啊，周二是例会，大家开会去了，有道理。换个长发飘飘的发型，换个长发飘飘的发型，你会升到六十级吗？真的真的好看，谢谢。那我来个什么呢？唱首歌吧。哎，云底人间好听吧？你觉得还行？云底人间，黄昏，要不黄昏？黄昏。高山流水，你那这样子，咱们直播间现在130多个人，想听高山流水的扣一，因为我不是很想弹这首歌。想听高山流水的扣一，超过20个人我就弹。过完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。黄昏。好，三岁哥，原来你也想听、啊。好，两个了，数了一下，一二一二，一样一个呢。谢谢孤影流风。那我们来首《黄昏》。黄昏这首，哎，黄昏这首歌最近不是也挺火的吗？七爷，欢迎七爷。七爷这是干嘛呀？七爷不是说好了只送亲吻不送捏捏的吗？今天人这么少，嗯，对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不应该是知道的，原因在我这儿，人少是有原因的，人多也是有原因的，家人们。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。只是你说没答应你，谢谢 KK 的蓬蓬脸蛋儿。
只是你说这是一首歌吗，七爷？你能？这是一首歌吗？一首《黄昏》，挺好听的这歌，红脸专属的，红脸是可以解锁的，对，红脸是专属的。真是劳模儿，
黄昏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七爷。七爷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上回说给你推荐一首歌，我给你推荐一点这个古风歌来的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记得上回我跟你说给你推荐几首古风歌来着。欢迎三岁，谢谢 KK， 欢迎成都哥，欢迎我们益州人。益州人，你说你去一趟非洲给我带的特产呢？你说你去一趟非洲给我带的特产呢？特产在哪里？我没有，花花都没有见到，花花都没有见到，特产花花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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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上回说弹惊雷给你听，我说的是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是你觉得会不会有点不太合适？你看古筝这么优美的，那惊雷，我今天已经听，我通天一声什么炸惊雷，不太合适吧？你觉得呢？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就你会说话，多说点，你觉得呢？你看看啊，等会儿啊，惊雷，找一个啊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可以弹这个温柔版的抒情版的惊雷，欢迎日食。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、哦！了凡，欢迎了凡。惊雷，但我真的可以哦，这可以的。我看一下谁的版本啊？皮卡丘多多。这是可以的。谢谢点赞。君不闻叫声里，衣服太多了，全是古装的。因为我是古代人嘛。不太行了，没谱子。可以试一试，真的，试一段吧。没有谱子，全靠什么呢？全靠专业素养了。现在
抒情版的惊雷。谢谢我们，感谢我们七爷，谢谢我们七爷，谢谢东方鬼才，感谢柴说，这是抒情版的惊雷，要那个原版的惊雷，这个版本的。惊雷这冬天修为天塌地陷，紫金锤子电，说寻真火焰就。这谈不了一点儿。天玄界的惊天变，巫女。这谈不了一点儿。我是匹沙场呼啸烟。这个还挺好听的，我觉得这还挺好听的。谢谢我飞行儿，感谢飞行儿，家人们，谈了一个多小时，快两个小时了。我十点开的播，现在快十二点了。出去整个房屋，各位意下如何？整个房屋榜十，榜十会不会有点困难？房屋考虑一下。算我厉害，那当然了，算我厉害，算我厉害。谢谢忍者神龟，感谢二不二，谢谢我们飞行员，感谢飞行员，谢谢，欢迎我们东东，东东东东，没票随我，没关系，点赞就行，输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赢。我看一下，一叶知秋，叶落长安，欢迎。我看一下啊，找了谁啊？我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是一首歌吗？我放一下啊。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。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打 PK。输赢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赢，最重要的是赢。听一下啊，我没听过，会不会太悲伤了？这首歌。欢迎我人生何求，谁呢？打黄蓉去。刚刚吃完饭听琴睡觉，别这样，来我直播间是让你来睡觉的，你来直播间是来睡觉的，你来直播间，你来直播间是来消费快乐的。谁呀？谁睡觉？你过来让他在我这里睡，他在你那里睡觉，让他给你把场地费交一下的。是来让你来睡觉的，是让你来消费快乐的。你出去开个钟点房多少钱？你敢在我司马妹妹直播间睡觉？你过来。我看来咱们玩个什么，玩个小帮舞呗。啊，小帮舞啊？你确定是小帮舞啊？真的是小帮舞，没骗你，我一点分没有。你要是骗我，打你啊。我今天都播了两个小时了才出来打架，你能看出我有真的是没有条件。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家徒四壁了。你又开始了，又开始给我玩这个计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空城计，咱们先用一用。真事儿，我跟你说啊，第一次说我信了，这次说我能信吗？啊，保姆总分加单位数，接不接，兄弟们？接不接？接，我帮你们说了，接了，接了。奖励个什么？我们家今天早上还没有打保姆呢，接一下啊。奖励个什么来着？我想想啊。奖励了的话，妹妹输了的话，就给我们唱个儿歌吧，边唱边跳啊。什么癖好啊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欣赏水平都有待提高啊！这是。你们家哥哥不是喜欢这个吗？啊，大哥这会儿没在呢，我看看啊。大一哥，这个人多人少没有，这个确实是没有多大关系啊。欢迎我袁老师。是。我想想，你要输了，你就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个黄蓉与郭靖的这个爱情片段，然后呢，你把后面那个树当作是郭靖，然后与他深情告白一段。就演戏是吧？啊，给你演个郭靖和黄蓉是吧？对，与他深情告白一段。欢迎我新哥。行，可以，可以。那连个那你要是输了，你把这个麦克风当成你的男朋友，你跟他深情告白一下子。可以，好，行，那这样榜五啊，你连我，我是五分钟的，榜五总票搭单位对不对？哎，你也是，我连你吧，好，大家都是五分钟，欢迎我新哥，榜五总分
加单尾数。哎呀，我想打喷嚏。想打喷嚏又打不出来，这种很难受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等会儿啊，保姆总分机大尾数，需要五位朋友一起出来，这样吧，准备好吗，家人们？准备好了吗？他怎么点错了？他给我拒绝了。感谢我新哥的纸短情长，谢我新哥。纸短情长，怎么会爱上了他，就决定跟他回家？你是榜一百，打一榜一百的时候叫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可以，行。OK。那闭麦。变啊，变了。好的，榜五准备好了吗，家人们？需要五位朋友冲在前面。准备好了吗？需要五位朋友出来冲在前面。接下来有请第一位江湖友人闪亮登场，感谢三岁，欢迎我浩哥。保姆需要五位，感谢七爷，谢谢七爷的直升飞机战宝，我的天，感谢七爷。有没有跟随我们七爷的脚步站个榜的？感谢我们韩星哥，谢我韩星哥的时尚代言人，是不是很帅？榜五还差三位，完了，家人们，咱们气势太强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先别上了，后面的哥哥们先等会儿，等等黄蓉好不好？等等等等，咱们黄蓉家还没占榜呢，等黄蓉家占了两个榜，咱们后面再上行不行？接着走，欢迎，先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那咱们先唠唠嗑，先等会儿，咱们别着急，别把他们给他们压到了。感谢我 Zero， 谢谢我 Zero 的直升飞机。等等吧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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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榜了，三个榜了，等等，等等，等会儿，等等黄蓉女侠，等等黄蓉女侠，咱们就先不动了，后面还差两个榜。不等了，去吃饭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那你3000分再多个99分，多99分就行了，多99分，别的别多了，多个100分，多一个那个什么捏捏亲吻，多一个100分。如果对面一会儿也是3000分的话，咱们不就打平了？再多一个99分，集体返回。哪有？等会儿啊。别就是势头太猛了，要是黄蓉，要是黄蓉他们家就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咱们等等啊，等等。榜四和榜五的话呢，咱们就先等会儿，家人们。谢谢捏捏，感谢捏捏，谢谢 Zero， 感谢七爷，谢谢七爷，谢谢大叔。榜四和榜五稍微等会儿啊，咱们等等等等，黄蓉听我指挥。欢迎才哥，他们家一个榜没有呢，这会儿我们要不要去挑衅一下，就是激发一下他们家的那个，激发一下他们家大哥，要不要挑衅一下？是实力杠杠的，没有，我真的以为我那个啥，今天上午很拉，因为我弹了两个多小时，一个接近两个小时，我都没有出来 PK。首先今天上午人气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就可能状态也不是很佳，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心思想出来 PK。 集体洗脑啥意思？抖音文学奖发给我，对面没闭我的麦啊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没闭我的麦嘛，他们家放的这个声音这么那个啥。感谢我新哥的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谢谢我新哥。新哥来给你扇扇扇子，新哥不说等会儿的吗？不是，哎，等会儿怎么变成这个声音了？真没逼，真假的？扇扇扇子，新哥扇扇扇子，扇扇个七爷，扇扇子啊，飞行员扇扇扇子，扇扇扇子。你去看看，好的，你去看看。他已经投降了，那咱们就别上了。我看一下，别这样，
他们家一个榜没有，他们家怎么一个榜都没有，连个墨汁榜都没有啊？不会，不会吧？他们家看咱们家太猛了，一上来就是好几个一千分的，他们就哪种？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家出去打保姆哈，如果对面我们要是一去的话，对面就全是抖音一号占榜的话，我们也会放弃的，就那个啥。我们也会放弃的，就是有一种不挣扎的那种，所以我说让大家别上了，等等等等黄蓉们，等一等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件事情，是这样的，等等黄蓉，你看咱们在榜五五分，这样黄蓉知道我们在榜五是没有分的，对吧？看我们新歌多好，家人们，新歌多好！你看我们新歌，感谢意中人，谢谢意中人，不说等等吗？等等，家人们，新歌太好了，咱们家新歌，天，你们懂吗？两边当大哥，谢谢爱意，感谢爱意，你看看咱们新歌多好。欢迎胖子，千万别是你榜五啊，总分加单尾数，新歌是看人家黄蓉太难了，过去支持一下朋友们，新歌太好了，新歌格局太大了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，新歌见人家 黄蓉就是稍微难一点，过去支持一下，感谢我新歌，谢我新歌，格局太大了，家人们，我们新歌格局太大了，扣一波感谢新歌，扣一波感谢新歌，前格局真的很大，有一说一，格局真的很大。那黄蓉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上一次黄蓉跟咱们打保姆的时候，咱们就不说了啊，就那个啥，就是格局真的很大，家人们，扣一波感谢新歌，感谢新歌的海上生明月。谢谢新哥，那还是坚持把这 PK 打完呗，就主要是可能黄蓉家最近大哥没在。谢谢成都哥，感谢灯牌，是想看我数鸭子？哦，那是我理解错了，那还是哦。那我夸你只是说的是夸错了，那还是哎，此时此刻啊，那我夸错了，有希望了，好好打好好打，行，好好打对面的榜，对面新歌，那后面的时间我不拉票了，家人们，捍卫司马令姬，保护我方司马令姬。新哥，你过去看了一圈，你觉得对面会不会有大哥突然一下子冲了一下钻出来的那种，给你叫一个劲的？你觉得有没有？啊！谢谢我新哥的秘境，这个好好看哦！感谢我新哥，这个也太好看了！欢迎我浩哥，榜我差一位哦，不差了，100分够了，100分够了。100分够了。七爷真的溜了，七爷。101分吧，你觉得呢？谢谢什么新歌，太好看了是吧？吃饭了，散了，数鸭子不看了，数鸭子不看了，那感情挺好呀，那挺好呀，那正合我意啊，真的。那你要下了的话，我肯定就不跳了呀。行过小周天，我又没说，那赢了回去跳大屏幕呀。赢了回去跳大屏幕给看呢，但是如果说
念咒加直觉，听到我本是龙虎山，赢了回家输呗，回家数鸭子呗，直接做奖励啊、哦！好的好的，他那个啥了是吧？票，我们家现在，我们家现在不是，嗯，上下这五千，还是让人家反驳一下嘛。谢谢我 KK， 感谢我 KK， 谢我凯凯，我看看啊，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这样。谢谢一夜一夜之秋，嗯、哦，谢谢，是不是结束了？结束没有？老弟，那大屏幕嘛，你看现在这个框框。现在这个框框多小、啊、是不是？那咱们回家以后呢，就是一个大框框。欢迎一博哥啊，来来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一众人，感谢我七爷，谢我七爷，谢谢娇儿。妹妹啊，哎，来了，打什么都不知道。打宝物。哎，我天哪，你这是给我雪中送炭了。不是，我这边说，我这边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拉进你 GDP 了，真是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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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莫介意，好不好？莫介意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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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好姐妹，怎么会啊？怎么会介意呢？哎呀，真是大气大气格局，兄弟。谢谢新哥，胳膊都整的不好意思了，真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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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不好意思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行，那该做惩罚还是做了，别不好意思。那必须做惩罚，必须。我要是让你，我要是让你不做惩罚，你会更不好意思。那还是做一下。那必须得做，必须得做啊。给这个树把他当成靖哥哥啊，把他当成靖哥哥、嗯、是不是？嗯，那我找个音乐啊，找个音乐、啊、就这个音乐吧，就这个，叫他炸雷不合适吧，你嫂子谁想看我炸雷？别管他，他灯牌都没有我的啊，那就不管他了。那管什么管。靖哥哥，哎，靖哥哥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从岛上出来，就想找一个人，找一个真正觉得能够值得托付一生的人。现在我终于找到了，靖哥哥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哎，你愿意为我放下金刀驸马的身份？做我的人吗？靖哥哥，你来到岛上，这个岛都给你，好不好？这个岛都交给你。鸟不拉屎，草不长呢。谁说岛上什么都有？你来岛上做岛主，哇，做你的压倒夫人呢，靖哥哥。岛上是不是总共就？我给你生猴子。总共就你们两个人、啊。我给你生，我给你做晚餐，我给你做早餐呢，靖哥哥。我还会跳舞，小野猫。我什么都会，你跟那个华正在一起，他能干什么？靖哥哥，哎，这辈子你就是我唯一爱的男人。哎，娶了我吧，好不好，靖哥哥？好，直接轻轻一口。谁吗？你说说，你打个 PK， 你还要当我靖哥打 PK？ 你往后头一站，你一动不动，你啊，你站在那里不动，你看输了没？输了没有？切球吧你！哎，我要笑死了！呀，这谁呀？谢谢这位北秀芳送来的跑车。你家怎么这么大哥嘛？借我两个吧。真是啊、哦，真是拉低你 GDP 了啊、哦！没有没有，这惩罚也没有做好，惩罚没有做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是太没有面子了，没有太没有面子了啊！感谢对面大哥，我也有不好的时候。嗯，谢谢对面大哥，感谢你啊，感谢对面大哥。谢谢。因为我这段时间有好一段时间，就是断断续续停了一下，嗯，所以说就是比较差啊。没关系，你还能连我，慢慢会还能连我，慢慢感谢你的不嫌弃之。不嫌弃啊，那是因为我们姐妹好耍呀，跟我的气场很合呀，所以说就是喜欢找你耍、啊、真好我想哎，对，真好，快去到对面给我扣感谢快去兄弟，快去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速度啊，速度，论武功啊，感谢咱们北秀芳，谢谢的刚才你的大哥，我知道啊，给我送这么多、啊、你看看，我天，谢谢那行，姐妹，我先撤了，谢谢家人们祝福啊，感谢啊，我也走了啊，撤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大家。
你们刚刚有没有过去送一个祝福什么的？谢谢我新哥，感谢我新哥，新哥格局真大，家人们，格局真大，很有排面，很有排面，一般人不听做。主播扮演是哪位古代美女？在下司马令姬，明銮殿掌门人。哪位古代美女都不是我扮演的，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别说我像谁，我就是我啊，我就是我，叫做司马令姬。感谢我 KK， 谢谢意中人，谢谢孤影流风，感谢我飞行儿，谢谢大叔，谢谢三岁，谢谢我们七爷，感谢我们新哥，谢谢我飞行儿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。哎，飞行儿，刚刚你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会不会有点太悲伤了？啊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一个人的两个人的画面，不吃饭吗？才十二点的嘛，今天才播两个小时嘛，感觉播了好几年了。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这首歌我没有弹过，哎，太悲伤了。对呀，啊，飞行员，你是不是最近分手了？没有关系，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可以告诉我，这里就是你的第二个家，这里就是你的港湾，这里可以吐露你的心酸与苦水，不要不开心啊！你不要不开心，飞行员，你不要不开心，你可以告诉我的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。别乱说，我开玩笑的，家们。飞行员孩子都八岁了，孩子都上小学了，孩子都。你以为呢？那家庭幸福，婚姻幸福，但只是单纯的很喜欢这首歌。主播会弹左手爵吗？会呀。没有唱过，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，后悔他还有太多心愿，我只会唱副歌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，一个人的思念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慢慢地的心碎，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
快，一个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。啊，你也会副歌啊？前面你也不会是吧？这次我不会。这些天这一夜里让我失眠，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算满地的心碎，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滋味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，错觉。我不会唱这歌，我听过，但挺好听的，就是有点悲伤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换成一首欢乐的歌，换成一首欢乐的歌。欢迎植树瑶，欢迎了凡，欢迎 KK， 谢谢幺二三，感谢书院，感谢我飞行员的飞机，谢谢我飞行员的私人飞机。其实我喜欢复古飞机，我喜欢绿色。家人们不难发现，我直播间好像没有太多绿色的衣服，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绿色的。我其实生活当中我有很多绿色的衣服，冬天的衣服好像绿色比较多，夏天的好像没几件绿色的。买个帽子，你小子哄你了吧？买个帽子，但是我也没人呢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喜欢这种，我喜欢那种青草绿。我看一下，这种绿都不是很喜欢，这种有点泛蓝了。这种是这种雾霾蓝，我喜欢这种颜色。我喜欢这种颜色，绿色的话是另一种，就是另一种比较高级一点的绿色，那种不是，就是这种颜色我也很喜欢。然后绿色的，我没有，这会儿拿不出那种来给大家做个比较。就我喜欢这种颜色，还有紫色，紫色我很喜欢。紫色是很浪漫的颜色，绿色是春天的颜色。这是蓝，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啊，这是蓝色，雾霾蓝，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。还有一个绿色，绿色是那种青草春天发芽的那种绿。就是绿色代表的是这个青春活力嘛，蓝色代表的是什么不知道，然后紫色代表的是浪漫。买个帽子送给你，我昨天，你确定你要的话，生机啊，对，生机。今天的发型没整好，不满意。你是来直播间干什么的？你来直播间听我弹曲的。你来我直播间听我弹曲的，眼睛闭上，有的看就不错了，有的看就不错了。教我以高姐黄色呢？不是很喜欢。明天、后天给大家穿套黄色的衣服。世事如棋，欢迎。哒哒哒哒落，只为心中那盏灯火。想听歌点点。还有爵士小弯弯的，听不懂。这发型是我自己整的，家人们，我觉得很好啊。都快赶上化妆师整的了，都已经。你就听曲儿睡觉不说话，那你加个灯牌好不好？白宇，你点这里有一个黄色爱心，然后你每天都来听曲儿睡觉，顺便的时候点点赞啊，然后就点一下这个小黄心，把这灯牌加一加，你觉得呢？欢迎牛哥，牛哥中午好，牛哥。飞行员人呢？飞行员换小号了。招一个化妆师呗，我自己就是化妆师。咱们，我觉得今天造型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造型虽然不是化妆师画的，我自己画的。
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很好啊。今化妆师没来，今化妆师早上给我发消息，他说他起来晚了，来不及了，因为他8点钟要到我家，化妆师到我们家的话要半个小时差不多，要半个小时，那他7:30就要出门，那他大概7:10左右他要起床，他今天早上8点才起来的，然后就没有过来，然后我自己做的，教你便宜，挺好的，就是嘛，挺好的，显得我头顶很平，因为我这压了一个发冠呢，因为我压了一个发冠啊，那真黑衣俊啊，黑衣服，我今天本来想穿黑衣服的，好久没穿黑衣服了，明天穿黑衣服吧，明天给大家穿黑衣服。那我们弹歌啦，发冠再高点，高不了一点了，没有点歌的，那弹一个《南城花落》，刚看到这首歌啊，《南城花落》，对这首歌没有印象了，只是看到点个《三国恋》啊，可以《三国恋》，那就不弹《南城花落》了，《三国恋》。《刀剑如梦》弹过了，古装。三国恋，三国杀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有三国杀的老板找我打广告。他说你好司马令姬小姐，你的风格很适合我们三国杀这款游戏，愿意 为我们做那个什么来着，说愿意挂小风车吗？我看一下要不要走，青春靓丽，是这个伴奏吧，三国杀的嘛，哦，三国恋，打错字了，再跟你们再聊三国，再跟你们聊三国杀，打错字了，三国恋的嘛，尴尬，都有商务了，但是我暂时还没有这方面想法。好，三国恋，慕容公子学杂了。
大家，送个推开，谢谢推开，欢迎我们，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们，怪好听的吗？怪好听的哟，感谢垃圾桶上的丹顶鹤，感谢丹顶鹤，怪好听的。你昨天没在，前天也没在，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们直播间老多人都在问我了，他说呀，他说今天怎么没有看到怪好听的呢？他说呀，我们 KK 队还问呢，榜二，他问我，他说哎，好像好久没有看到怪好听的了。我说对啊，我怪好听的不知道忙去了吧，在那太忙了。对，我就是这么回复他们的，我成为你的嘴替，是不是现在就成为你的那个肚子里的蛔虫了？我一猜你应该就是忙去了。这亲了多少个，你问问他是不是嘴巴都亲肿了，你问问他是不是嘴巴亲肿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不仅我老想着你们来直播间，大家们也在问的。你以为我不是，哎，怎么说呢，不仅我是你的粉丝，那直播间好多人都是你的粉丝。狗在那问呢，人家怪好听的没来呢，说怎么回事，没有亲够，休息一下子。我还是蛮担心你的，说实话，怪好听的，我怕你嘴巴亲烂了，我怕你嘴巴你亲肿了。谢谢我丹顶鹤的鲜花，感谢我丹顶鹤，谢谢 flower， 感谢 flower， 好听啊。今天数鸭子了没？当然没有了，刚刚差点数了，新哥在，新哥说让我数鸭子，然后新哥说他去吃饭去了，我说他吃饭去了我就不数了，我说他要吃饭去了我就不数了，然后他就去吃饭去了。然后另一期如果在大街上有人偷，他的挨都挨不到我一下，还在大街上偷亲我一下，他偷亲我一下，我反手就是过去 一巴掌，我猜个子就是给他一巴掌，他挨都挨不到我一下，他想在大街上偷亲我一下，他想眼睛给他夺了。欢迎欧欧，欧欧正好，欧欧令街都不上街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司马，哎，我在呢，在呢，在呢，万万。哎呀，可以把你给邀上来了，哎，可这一天天要个主播真太难了，给我留条底裤吧。底裤？你还敢有底裤？不可以。欢迎学新闻。不会吧，这么残忍！现在欢迎温小白。现在女主播这么残忍，底裤都不给大哥留的。哼，给他买新的。好，莹莹来了。嗨，莹莹。吃饭去了，吃饭去了。Hello。这个一个风一般的女子来了。邀请了三个狠人。我这现在是真不狠。哎，我们组队吧，组队吧。我想抱大腿。我没条件。我也没条件。黑白配看命好不好？黑白配，你少来了，你们三个少来了。真的真的，疯了回来是真没啥条件。欢迎真的没有。大哥刚刚你看我那个啥。然后这会儿这两天大哥忙，这两天大哥忙就是看命。刚来，然后进来一句说他吃饭去了，我说好的。吃饭去了，他吃饭肯定得看呢，真的是他悄摸拿在外面看。黑白配啊，黑白配。哦。我跟哎呦，我抱大腿了，我跟莹莹一组。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今天我要抱抱完大腿。哎，你那个，咱们奖励什么？你想个好玩的，你们怎么三个还沉默了呢？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每次打 PK 都是我想让你们想一想，来，你们想。你就接着想呗。我上司马那去。你上司马那去干什么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欢迎你司马家。我跟他不是一组的。那个我们谁要是票少的话，我们就我们想一想啊。要么我还觉得，要么谁票少那组呢，用那个广东话那个互相夸奖一分钟就可以不嘞？那不会讲广东话怎么办呢？对呀，学嘛，雷还学嘛，雷做咩？学习不会啊？那你做咩呀？
这个不，这个有点难学呀，这个。那你们这个是一会儿能学会的吗？当然学不会啦。那我刚刚讲的粤语你们都听懂了吧？应该是，就是说四个字。听是听得懂，但是讲是讲不来。两个人的成长，我其实脑子里有好多，一下子有点想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一下子有点想不起来，我看一下我的备忘录。好的，看一下，翻一下小本本，翻一下小本本。我也翻一下。太搞笑了，你们说我怎么这么搞笑呢？嗯，那个谁要是输了，咱们就来一个妩媚的。妩媚的。这个是我，就是对，就是咬嘴唇、摸锁骨、撩头发。四件套是不是？哎，四件套还有一个什么？四件套再加撒娇八连。眨眼睛，是吗？四件套加撒娇八连，好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四件套加撒娇八连，谁输了咱们就是洗耳恭看，洗眼恭看。过程呢？别过了吧，互相拉票吧，好吗？多惨呢。行。嗯，我可以，你们要是侥幸赢了，我还能看看。分个五分钟，来吧，哪个五分钟发一下？十分钟吧，五分钟刚开播哎。十分钟就十分钟，我都可以，不跑命都没了。你们不得组队吗？啊哦，等会儿啊。哦，组队，组，发个组，发个组。刚刚我跟万万已经开始了。那要不一样打三四也行。组队吧，组队吧，我好不容易抱个大腿。都组好了，都组好了，再拉我万万，再拉我。哎，我开启开快了。欢迎奈士，中午好，奈士。也是别人操作的，来了，来组，怎么组？快组队点一下。等会儿啊，组队互动。团电脑在哪个地方组队啊？团队战，赢团队战。可以了，哦，应该可以了。然后你们谁发起一下？我十分钟。OK， 好了吧？好，可以，闭麦了哦。好，闭麦，闭麦。加油啊，莹莹！加油，莹莹！我现在没加油，我这会儿是真没底气。大家一起加油！快把大哥摇过来。我的大哥说呢？我大哥说坐等我。这会儿是真没分，家人们。中午吃饭呢，来得早不如说来得巧。那是说现在连我也要薅了，那是不是这样子的？那行，你看我现在真没有。太难了，丹顶鹤，好久不见丹顶鹤啊，谢谢丹顶鹤的支持啊，丹顶鹤你还能找得到我，我蛮开心的，你还在跑货拉拉，你太辛苦了，奈斯，算了，你别上了，奈斯，我很心疼你的，奈斯，要不这一局就别给我上礼物了，点一颗小心心就行，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就可以了，我收到了，其他的不要点了，我很心疼的。还是跑货拉拉咱们的是，谢谢欧欧，感谢我们欧欧的 love 灯牌，谢谢我们欧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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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中午有没有整二两啊？陪你干晕一杯，晕一杯，晕一杯，谢谢董德哥点赞，晕一杯，谢谢，还欢迎安总的大夫，安总的伙夫。嘟嘟嘟嘟嘟嘟，你跑滴滴，你们都跑滴滴，不会吧，家人们，别这样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以后你们来我直播间只用点小心心啊，别的别点了，我很心疼你们的，不要拖后腿啊，家人们，我怕我拖后腿。你一直想问四川人说话带儿化音吗？应该不咋带吧，偶尔要带一下，说的好像随时在喝一样。哦，我以为的嘛，下回不这么问了，下回不这么问了。欢迎我新哥，新家人们，新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新哥，是不是我每次 PK 你，就是说你能感应得到啊？为什么每次我一 PK 中途你就进来了？是不是有一种那种心电感应啊？感应到了，数鸭子吗？这局回去给你数，四个框框看不到我数。刚刚你吃饭去了吗？我说了，你要是没在直播间，我就不数的嘛。你现在回来了，我正好又开了一局。一会儿你回来了呢，一会儿这局回去了给你数，回去给你数啊。是的，有那种心灵感应是吧？
我觉得应该是，你看每次打着打着中途然后新歌就回来了，就有心电感应。谢谢我 nice 爱的纸鹤，感谢笑对平常心，谢谢点赞朋友们。每天都来欢迎，咱们这局别拖后腿啊，我们这局和我们的莹莹是一对的，我们是一对的组队的，这里是我的分，这里是莹莹的分，我们俩是一对的，打对面一对。但是我这局呢家们可以不用上，我感觉似乎抱了个大腿。感谢我新哥，谢谢我新哥的抖音一号，感谢我新哥，我感觉抱了个大腿差不多行了。新哥咱们只要没拖后腿就行，但是也不一定，我看一下这局 PK 还有六分钟感，这局 PK 还有六分钟感，在最后的时间才知道胜负。这么长时间咱们干个什么呢？唱首歌吧，那就唱首歌吧。谢谢我新哥，唱一首《高山流水》给你。黑金大红剑，落叶无归，更难死不成仙。无所寄托，已无心存了。你把红豆赠我，不如写我一首歌，落款你的名字，工整又好看。若把你比作歌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，佳人伴舞，天地伴舞，绝世的美。若把你比作歌，歌写的我缠绵悱恻，寒暄钟声牵走我魂，绝世的美。莹莹家好猛哎，谢谢传说，感谢欧欧。这首歌好听吗，新哥？我超喜欢那首歌。落叶无归，更待死不成仙。有罪无心，亦有财无名。不一起看星星，星星它亮有什么用？你我矢志不渝，居安有其美。若把你比作歌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，佳人伴舞，天地伴舞，绝世的美。若把你比作歌，歌写的我小浩哥，私人飞机哦，这是直升飞机。谢谢我浩哥，感谢我浩哥。付出的青春，谢谢我浩哥，感谢七天取青，谢谢零零七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特别厉害，家人们，这是抱了个大腿，这是抱了一个大腿，何不让自己成为大腿？我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一局应该不用守吧，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两分钟，应该不用守塔吧，我感觉纯属娱乐。欢迎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对面万万家林雨熙，
他们家大哥没出手。看一下万万家，万万家有哎，家们，万万家有大哥要偷塔，我已经预感到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要有一波守塔时间，要有一波守塔时间。我们是和莹莹一组的，我们是和莹莹一组的，对面两家是一组的。他们家说了，不抛弃不放弃就会有奇迹。我们家，咱们看情况啊，看情况。欢迎东东，看情况。谢谢梁红，感谢我们浩哥，欢迎大道无形，感谢点赞朋友们，能点赞朋友们点点赞。月雨成风，要不要听一下呢？我看一下他们是属于是一个什么样的拉票方式。最后一分钟，他这个就属于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就是已经使出必杀技了，现在就是 OK。没有条件的时候就是好，现在就是属于摆烂了。那咱们家就不用那个啥，小心万万家偷，应该会，我感觉。苦情戏，我没分的时候也这样。我们最后30秒，我不知道守不守啊，我不知道守不守，应该不用，但我感觉万万家可能会偷的。应该不用，感觉掐指一算，我有点紧张，要不换个音乐吧，这个音乐太紧张了，要不换个音乐，这个音乐多开心啊，看看那个音乐多开心啊，谢谢我新哥，感谢我新哥，谢谢我浩哥，谢谢浩哥，谢谢欧欧，感谢欧欧，谢谢 Nice， 感谢我们懂得，谢谢我们金叶思，感谢 Super One， 谢谢我们晴空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璇姐，谢谢。把我打死了！哎妈呀天，你们看万万，你们看看，眼泪都喷出来了。我的眼泪如喷泉，终究，谢谢我新哥，感谢我一个人承受了所有。我本来以为我们后面会多两个零的，含泪感谢。这是什么啊，右上角什么本？好嘞，感谢我们夜夜哥。积分是什么东西啊？谢谢我们别问哥，谢谢我们六叔，感谢我们小草，谢谢我们咖啡，谢谢我们用户779，谢岁月，谢快乐姐，谢 thank you 哥，谢执着，谢大家。好，知道了。右上角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能不能让我发泄一下我的情绪吗？别哭别哭，万万。所以我跟万万自己去给自己挖坑，我还加一个说什么来，再加一个撒娇巴黎，我真是、哎、我跟你说你知道吗，莹莹那个状态，我刚刚就说，你看，我说你看对面莹莹有大哥那个状态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自信放光芒。对，然后我真的跟他们就是使了三寸不烂之舌，他们丝毫不动容，他说一点没有了，是一点没有了，耗光光了。嗯，笑死了，来吧，那我们俩做惩罚吧。好、啊，不太会撒娇啊，我的妈！没事，那就那个夹子音就可以。我学习一下。你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？你来吧。撒娇，我找个撒娇。你放个音乐，你放个音乐。嗯，真的假的 ？K K。哟、嗯，这个叫什么？学习一下，跟你们这摸锁骨摸头发呀，本来就是那种摸头发摸锁骨，咬嘴唇，咬嘴唇，眨眼睛。这三个女的好像要不你先来，你先来，我学一下，我也学一下。现在录着，你先来，我先学，搞得我很会似的，我也是跟别人学的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你刚那个什么歌啊？你这个
这个叫六神。哦，对对对，六神。六神，好了，把这歌单加入六神。对，以前放大，你也挺想看的，你把自己都闭上，你花10块钱，你还一桌人放大来摸锁骨，怎么眼睛能放大吗？让我怎么不能放大呀？相机距离焦距放大不就行了？来吧，欢迎苗木哥，准备好了啊，我开个混响哈。一会儿的就小就开混响，看起来那个听着舒服一点。哥哥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哥哥，拜托拜托，哥哥，好不好嘛？好，哥哥，哎呦，差点摔着，对不对？哥哥，哎，人家